商品的专业要讲得出来，老街也有高品质，这是我们要做的学问。你不管怎么，你总要做这样的业务报表。啊，你要改善哪边？不要乱改善，啊，对症下药，是不是？啊，对症下药。好，所以要把这样子的概念用在业绩报表上。你的业绩报表至少也要照这个做。啊，这个改成每天，这个也改成每周都没关系，大家做管控，啊，那是做管控，啊，自己要去学习，每周都要看达成率。我一个月要做40万，第二礼拜要做10万，第二礼拜要做10万，那就看达成率。啊，去年这个时阵我做偌多。要动脑筋，在里面做微调。官吏的道理是永远无变，一定要从这里下文章。啊，我这30万、40万是偌侪人来买，每一人买偌侪。商品结构要调整。所以呢，这叫每个礼拜至少要有一个循环，以周为单位，请大家写下来。我觉得我们传统行业。至少以周为单位，每天一个月算一遍，北部家要以周为单位去做检讨，然后好的经验留下来，重新做计划来执行，这是管理循环。啊，调整下个礼拜怎么努力，啊，重新分配工作，啊，咱一个月。恁礼拜出差无好，啊，客销好无好，商品补无够，啊，是安怎？马上检讨。以周为单位，啊，去抓正确的指标，这是老师的建议。所以，检讨是成功之母，不是失败。失败来不及了，检讨，不管是老变还是新变，只要你有企图心。就在这里下功夫，不能怨天尤人，也不能看天吃饭，要靠自己。所以呢，营业额拆开是不是交易客数乘客单价？所以交易客数就是多少人买，请你写一下。比的就是集客率跟待客率。集客率越好，是不是进来的人越多？待客率越强，是不是买的人越高？啊，为什么有些专柜、有些门市成交率不高？欸，我们如果是有故事的老店，可是有些年轻人进来，请你常常犯一个问题，问东问西。啊，有些老店就不理不睬，有没有？硬不能麻烦啊，啊，不怪客户流失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伊是买无多啊，啊，不过伊即马买无多，阿伯就买多，有道理无？啊，你老客户无办法顾好掉，新客户佫无去开发，慢慢培养，啊，咱就无人客，人客咯，生意就是交易客数乘客单价，啊，我估计的啊。做做这个老病的中药房，中药房是抓药啊，抓药啊，一吃200-300块、300-400块、400-500块、500-600块，啊，看你吃啥。啊，若一寡少年家要吃保养的，红枣加生地，一枚是那20-30块，是安尼个。所以迄话，邓头家就无想要生这少年。唔，但是看迄个啥网络的文章咧，人家唔食物，啊，摕这来食，食不好啊，来食，然后治胃病，然后讲什么？流行性的新汉方已经出现，这叫现代的新养生茶。啊，可是有的中药房的老板就愿意转型，不只是这样子配合年轻人，
还开发成系列，告诉他怎么来用，养颜、美容，哦，购地更难的，哦，就是便宜的啊，一包的话拆开二三十块，是没压力，十块钱，啊，这样子积少成多，反而变成另外一个主流。因为我们总是要动脑筋，所以要从这里研究。啊，路变数要增加，靠的是地段和店铺的魅力。访问数就是指商圈的开发、客流的开发，主动去办活动。嗯，那个星光三月，他就常常在 A11 馆有文化馆，台南市政府就会跟星光三月合作，把台南的所有的文化把它搬过来，在上面卖台南小吃，谈郑成功，谈庆牛骂，谈在地的观光，哦，这是案例，哦，这个就是商圈开发，从台南的客户开发到台北的客户，哦，那成效率、商品魅力、价格服务，哦，客单价就比的是组合力跟留客力，谁把商品组合的好，购买件数就高，谁把商品店铺设计成留客商圈，让顾客可以多停留，哦，平均客单价就高。那客单价就包含到购买的品单价，包含到客户的消费水平、价格政策。无为商圈还是门市，定价很高，取高和寡，哦，这个要怎么去抓？要看来的顾客，看他的穿着打扮，这种判断。购买件数是停留时间、顾客动性，所以如果顾客动性有规划，店铺啊所停留的时间就会增加，购买的件数就会增加。所以你去看便利商店，正修平一下，倒修平一下，啊开始说以前是看报纸，报纸完的时候文具，文具的时候卖衣服，衣服的时候卖果汁，果汁的时候。其实去卖茶，茶完的时候卖点心，点心的时候，点心的时候买，啊再卖便当，啊无便当买就爱食点心，啊点心完的时候，哦啊但例如对云是啥土豆的，哦啊饮料对云是卖什么天然果的胖，它是对应性动线的引导，好，所以好的销售的团队就有。好的观念，好的服务的品质，还有好的销售的技术，啊，这个是各位要下功夫的。好，我们举一个例，顾客有心理活动，你们讲你是不是这样？客户在买物件，注意兴趣、联想、欲望、比较。信念、下决心、满足，是不是这几个动作？所以咱在了解人客心理活动，但是现在卖场走入买场，变成秀场，所以也要回应顾客的状态。所以顾客有心理变化，来自于他的需要，单价越高。有些东西客户来我们家是不是一定要买？有些是不是来逛街？在比较伴手礼，有些是不是纯粹逛逛？啊，你平常的行李，如果只是靠一定喜欢你家的，业绩够不够？不够啊，还要靠什么？比较的，不会把定位问的，纯粹逛逛。我们有更多的话题引起他的注意，是不是这样子业绩才会好？真正的业绩是要靠前面的才会漂亮。
啊，人家要比家己来讲，你用传统的行李，泛泛市场，这个时代过了，你一定会被淘汰。要有服务的心态，就要去懂顾客的心理。那到底怎么抓呢？你就抓一个特殊品种前面，便利品种后面。东西越贵，前面的运量要越够。东西很便宜，后面是关键。你的物件一百块，你也人去讲啊，我这有啥故事开始讲，讲啊袂完就走去。你的物件一百块，马上试价，知我意思无？直接增加欲望，一吃再讲几句话就够了。啊，我你的物件是辛苦，是爱讲故事啊。我的物件是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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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讲，所以重点不一样。东西有特殊品，有便利品，有选购品。不同的品卖法不一样，所以顾客会有这几个变化，就要学会不同的回应。啊，你讲一讲呢？不同的回应，人客还在注意兴趣，要稍微等一下，不要急着推销。最差劲的销售是顾客。还没有兴趣就急着做介绍，发生太早。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人家主动做介绍，有道理。你以为不介绍不打，去介绍也照理，不用急着想太多。所以这一章给我们最大的学习就是，所有的销售服务要符合顾客心理的活动。有的人很想买，讲重点；有的人不是很想买，跟他聊天，了解一些。所以要看人的状态，做出正确的回应，成交率就会高。所以要知道服务就是一个商品。服务是看袂到的物件，就是一个商品。除非你就是百年老店，外口自动排队。啊，不过一条老街，这种店也无几间。啊，就算百年老店，也无一定生意好，有道理无？第二个，不是买物件，那是买感觉，买感觉，让顾客幸福购买。所以买卖是东西加上心，叫身心两方面的满足。买卖不是物质跟金钱的交换，买卖是物质跟金钱的交换，再加上心，心意在里面。如果我们传统的老街可以把握住这件事，一然可以来搬表。好，那当然。老师在这个基础补充一点东西，这个是给大家了解到，距离也是一种服务。有的跟人客太远，顾客不舒服，没有考虑到各种距离，就有这个概念就好，因为距离太近不舒服。如果说中间有个贵，还没关系。有的人这样介绍，热情过度把人吓走。我们要有了解，销售不是只讲话，销售还包含到你的眼神、笑容、表情、肢体跟距离。为什么有的人熬过，给人家感觉到很舒服，是因为他懂了这些。有的人为什么感觉到那尴尬？这不好，他不懂这些。不只是时机不会拿，时机不要拿，连第一次都有。所以眼神
要有要求，